Hello，大家午安。Hello，大家现在做什么呢？等着要吃饭了吧？好啦，现在已经11点半，还不能吃饭，要再等半个小时哦。好啦，今天呢已经有好多人在问小帮手说，妞妞今天直不直播啊？好，刚刚其实一到公司很忙诶，先忙着开会都来不及了。但是呢，我听到好多粉丝在问妞妞，所以呢，我就赶快。有没有看我很喘？立马赶快冲上来跟大家直播喽！好啦，今天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新品带给大家，我们呢只能说是不间断的带新品给大家，所以呢，大家呢只要有锁定直播，都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便宜，都非常非常的便宜。好哟，来哟，今天呢我按赞留言分享呢，会送给大家很多好看的东西哦。我们今天呢会送给我很喜欢的 QQ 毛帽 T，好，这 QQ 毛帽 T 是最后一档了哦，所以呢，如果呢你们有喜欢的话，赶快去买，超级可爱的。妞妞这一次是买了黑色，那粉色是今天早上很多女生很喜欢的，所以等一下呢也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穿搭。嗨哟，早安早安，谢谢大家分享，终于赶上直播了。好，那在直播开头之前呢，先告诉大家，这件上衣呢，很抱歉我没办法穿了，因为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这个140毛毛上衣我就不穿了，因为已经卖完了，大家都很喜欢。好，就剩妞妞手上这四件了，真是有点讨厌，所以我也不穿，不论是杏色、米色。还是紫色跟绿色都好看。好，早上呢，大家都很最近啊，都疯狂的在抢现货。今天下单，明天出货，这四色我就不介绍了，因为已经售完了。Hello，然后呢，超美的，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分享。那再来呢，今天刚刚说了，按赞、留言、分享，就是要送你们这个帽 T。好，粉红色。真的很多女生买，而且快售完了。妞妞自己啊是买黑色，我想要走一个比较运动、休闲、帅气的感觉，所以我这次买的 QQ 毛是这个黑色。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个 QQ 毛很酷哦，因为它跟以往的 QQ 毛摸起来不太一样，所以特别想送给大家。好，来了，那我今天要介绍我身上这一件啊，我身上这件妞妞有买，我觉得它很特别，我觉得它颜色很特别，而且它是夹两件式的，看到了吗？里面呢有微刷毛，非常非常的舒服，单一件帽 T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了。好，又有两款 sold out 了，这么可怕。好，来。一样哦，很多都是限量品，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还有很多好看的衣服在后面等着大家。好，这一件呢，它有两个颜色，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颜色啊，但是我自己是有买，我觉得两个颜色穿起来都很特别，很时髦。那尤其是绿色啊，我们这一次是做绿色豹纹呢，这一季从来没有出现的绿色豹纹。来，我要跟大家讲，它下面很特别哦，是假的，这个呢是假两件式的感觉，而且呢这边一样是做弹力 T 恤的材质，所以这件我非常喜欢。如果你要来搭牛仔裤或是搭内搭裤都 OK，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呢，里面有微刷毛，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刷毛，可以非常非常的让你保暖哦。这件我觉得一定要买，它也是限量品哦。然后颜色你不用担心肤色的问题，非常非常提亮大家的肤色，而且又特别，外套好搭，你只要搭黑色的啊，或是一些灰色、暗色系的外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现在呢，大家只能边看直播边抢货，不然你有可能什么都拿不到。然后呢，妞妞今天里面是搭新款的牛仔裤，它也是限量的哦。我们牛仔裤呢，现在都不会再追加了，所以售完为止，它非常非常高弹。然后这一次是做这种反折，等一下我也会介绍。好，所以呢，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白色的这一节啊，我最喜欢，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穿两件事，感觉很像你穿一件小背心在里面的感觉，对不对？铂针织吗？什么东西是铂针织？它不是铂针织，它是这个刷毛 T。然后这件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是限量的哦，赶快去抢购哦！只要有 keyword 的，我都会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颜色呢，好搭，帅气，小白鞋、牛仔裤、皮短裤都可以，还有内搭裤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好哟，谢谢大家分享。然后这个超级衬肤色的，好了，再来呢，妞妞呢要来穿什么颜色给大家呢？来穿另外一个颜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豹纹色咯，咖啡色还蛮多人买的。但是如果你跟妞妞一样喜欢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的人，你就可以来买绿色哦。像我自己啊，
我觉得两色我都很喜欢。然后这一色就是纯豹纹色，咖啡色、奶茶色是今年最流行，而且它没有分任何的尺寸。你看，我真的很喜欢这一节白白的，因为以往我们都自己要加一件背心假装在里面，但是这个是假两件式的，这超可爱的。我女儿啊有这个颜色的衣服，然后如果买这件就可以跟她一样穿那个亲子装，哎，好 Q 哦。然后呢，版型就是宽松，你要穿 boyfriend 裤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好不好？而且呢，这一件衣服我觉得蛮显瘦的，就是如果穿牛仔裤啊等等都还蛮显瘦，而且好搭，好搭配哦！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哟 ，Hello！ 然后这件限量品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推啦，我觉得单件有造型，然后又可以保暖，然后简单穿牛仔裤、小白鞋就有型的一件衣服，所以我非常非常推。然后它的豹是这样子的，有点波漆豹，非常非常的时髦。豹纹呢的款式出的很少，已经基本上不会再出了，所以这个典藏版你们一定要赶快买回家，没有买到的就真的都没有。这豹纹超级好看。那如果比较不敢穿刚刚那个绿色的人，你可以买这个颜色，因为它真的穿起来很时髦，很好看，真的真的真的啦。然后呢，下面是做棉 T， 你看超弹的，假两件式的感觉。这个啊，你拿去搭黑色内搭裤，如果你有买我们家的皮内搭裤、黑色内搭裤，全部都可以搭配，非常非常简单哦。好，这件豹纹台币多少？来，如果要换算马币的粉丝，请你私讯我们的小帮手，他会帮你换算哦。好，但是只能告诉你动作要快。因为售完为止，这件是限量品哦。那妞妞买的是绿色，我是比较喜欢特别。那如果你们不敢的人，那一定要买这个颜色，反正它就是我今天非常大推的款式哦。会送给马来西亚，当然会送呀。有两个颜色，刚刚另外一个颜色是绿色呀。我自己是买绿色，因为呢我很常穿牛仔裤，所以我觉得穿配浅色牛仔裤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呢我自己是买绿色。但是有很多人喜欢我身上的这个今年很流行的奶茶色，我跟你说这个绿色完全不会显黑，你看哦，我放在脸上跟拿掉，它完全这两个颜色很厉害的，都是可以做到它不会显黑，它一样可以让妞妞或是你们的肤色完全一成不变，我觉得这是这个颜色比较厉害的，好不好？就是两个颜色让大家去参考咯，所以请你们大家要赶快去挑选哦。好，来，再来呢，再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再来呢，我要先来介绍一个就是我们的追加品，一样，如果啊这个追加品你没有买到，先跟你们说它确定会没有。好，这是我跟你说这件衣服你们绝对对它不陌生，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已经很久没看到它了，大概已经有一个月没看到它，因为它做工非常复杂。有没有看上勾上吊卡，已经有很多粉丝知道它又出现了，所以赶快买，这个是我跟出货部借的，好不好？就真的都没有货，已经剩个位数了，没有骗你们，你们自己到卖场上去看就知道了。好，这一件呢就是号称假两件式的帽 T。好，来，到底有多厉害？这件很多人那时候隐恨没有买到哦。好，假两件式帽 T， 好，不要管我的这个吊卡，你看咯，它上面是做这种针织，非常舒服，完全不会让你勒脖。它怎么穿呢？它是把它翻下来，假两件式怎么假？这个是假的，好不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会很重很怎么样。再来呢，这个粉红色超可爱，妞妞有买，但是我说了它已经功成身退很久了，因为一直追加不到。好，再来呢，里面是刷毛，刷毛的，所以呢非常非常的保暖。这边有一个小啾啾，你想缩就不想缩都可以，就是放着就好了。边条是妞妞最爱的蓝色，非常非常的显白哦。所以呢，来，如果这一件呢，我只能说它剩下个位数，昨天一进货一到货最后一次追加，哎，我觉得你们很会滑页面的，都有滑到，现在卖场上只剩下个位数了，没有别的颜，哎，有，好像还有灰色，但是我们粉红色卖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我们粉红色追加比较多，最后呢，反而粉红色跟灰色都剩个位数，这个真的是顺带一提，完全不勒脖，超级大弹，而且呢，怕冷的人，你买这一件绝对。你会爱死我，因为它真的完全不会让你冷到一点点，整件是刷毛，然后夹两件式的感觉。好了，这件呢，我就没办法再跟你们讲太久了，好不好？真的是功成身退了。它呢，这一季卖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它做工因为不容易做，所以呢，我们制作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哦。好，这件也是粉丝我跟你借的哦，因为真的都没货了。好，来，在这个时候呢，我还是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小背心，就是不是我身上这件，我身上这件是发热背心。我是要介绍我里面的小可爱又要来了。小可爱呢，每天我都要介绍，最近我都穿黑色了，接下来妞妞要来穿白色了，明天开始要穿白色。这件小可爱，不管你认不认识妞妞，你都一定要买一件一体成型的小可爱，两件298。好，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请你们赶快去问一下周遭的粉丝哦，好不好？好，来，接下来妞妞要介绍今天的裤子，一样是限量版哦，先把它拉好。那妞妞今天穿的是我们家的发热衣，好，不要理会它啦，发热衣有黑灰白橘橘子，卖的最好的颜色是橘色跟黑色。好，橘色跟黑色这个我不说了。好，今天呢是要来说妞妞身上的裤子依然是限量品。这一件裤子呢，它可以穿到春夏秋冬，所以没有季节限制。如果你喜欢这个版型，就赶快买，它超级瘦，而且这一次是做反折裤头，反折的那个怎么讲？裤管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哦，它有多一个反折是撑死的，再来呢整个都是高弹的，连小腿都是弹，大腿都是弹，不用讲腰围还可以塞衣服，是最舒服的。所以这件裤子呢我非常大推，它一样是利用今年最流行的这种切口设计，这个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接下来夏天啊，你们穿的衣服都是小背心、短背心，这个裤头就派上用场了。冬天可能都被遮住，但是夏天拿出来穿，它绝对是漂亮显身型的。而且这件裤子啊，我今天穿的是小白鞋，它一样是非常的纤细哦。好，不论是侧面、屁股都是非常的好看，全部都是高弹的牛仔面料。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很抱歉的，我们牛仔裤全部准备百条现货给大家，售完我们就是要年后见了，好不好？今年不会再有了哦，好不好？你再买了四件，因为你最近太饱。小可爱设计风格非常喜欢，这件小可爱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设计风格我并没有很满意，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地方都有卖，但是布料的筛选上面跟罩杯的筛选上面，妞妞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好，来裤子呢，我就真的不多说了，因为你看它高弹，超级大弹，超级大弹。然后整圈，如果冬天你想摘衣服是完全可以，包覆性非常非常的够哦，它不太会让你露到屁股。再来，它是属于一个中低腰的裤子，中低腰裤子还可以穿那么弹那么瘦，而且它是反折的，反折的。刷色呢不用讲，刷色是我今天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点中蓝色，可以迎接我们的春夏来穿哦，春夏来穿。好，这而且侧面看起来是挺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妞妞一样，依然没有穿内衣。自从有了这件小可爱啊，我根本就没有再穿过内衣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穿，所以呢，一体成型，你丢到洗衣机里面洗都不会坏掉，好，都不会坏掉。所以如果你今天才认识妞妞的人，好，给我个机会吧，买一个小可爱裤子，我不说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要先来穿这可爱的 QQ 毛帽 T， 这就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以往呢，喜欢粉色的赶快买，粉红色超多女生在抢的。以往这个 QQ 毛上衣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胖，非常非常大件，我相信呢大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都非常有感哦，每次好喜欢这个 QQ 毛，可是穿起来都变好胖哦，都变一只大绵羊。来，这一次啊，我们经过改良哦，选用一样舒服柔软新款面料的 QQ 毛，但是呢穿起来完全没有变大只，它是一样，完全就是跟帽 T 一样而已。一般呢这种材质会让你再大一号，但是我们这一件完全没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经典哦，非常非常经典哦。大家都知道买到这种 QQ 毛或是小绵羊，你自己的都会变澎湃一只，但是这一件你们看我穿，它是完全跟刷毛帽 T 一样的大小，不会让你再变一只大绵羊了，好吗？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粉红色不用讲，一定女生都想抢粉红色，但是呢那就近期粉色衣服真的超多，所以我自己是买黑色，粉色你们喜欢的话赶快去抢购。会厚吗？这一件呢已经经过改良，已经没有以前的 QQ 毛这么厚了，它大概是一件厚帽 T 的 厚度，所以呢其实还好，我给你抓起来给你们看，它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它不会到很胖，所以呢整件没有到超级厚重的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把这个放下来，你看这边都是弹性非常非常舒服的哦，很 Q 哦，很 QQ 毛衣哦，这件超好看。而且我说一定要抢，是因为经过改良，因为以往这种衣服穿起来都又胖又重，然后呢质感又没有到超好，但是我们这一次经过改良，买回家你摸摸看这个 QQ 毛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它是软的，是比较薄的 QQ 毛，我觉得比较实穿，非常非常的甜美哦。
好了，真的超好看的、啊、粉色，好、啊、好想再买一件粉色，但不行啦，那件衣服真的太多了。好，粉红色呢已经接近个位数了，一样是我们的超级限量品，赶快去抢购喽，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妞妞有买的黑色。我跟你说，黑色的食品看起来非常漂亮，透过直播可能那个小 Q 卷毛你们看不太清楚，但是呢，如果啦你喜欢跟妞妞一样，这一次想要呈现帅气利落的感觉，你可以买黑色，因为我觉得黑色就是穿起来很简单又时尚。然后呢，这件呢它是绣白色的字，白色的线，所以呢整件是非常提亮，我完全没办法去镜头前面，因为呢我会整个曝光，因为它实在太显白了，有没有？太显白。我都是穿 S 号的，粉红色已经没了，有尺寸吗？这个完全，这个帽T没有分尺寸，大家都可以穿。裤子有分 SML， 所以请大家赶快去卖场上，因为这真的超，这真的是高弹。我们家的牛仔裤大家都可以做瑜伽这么弹。好哟，来，不会追加，不会追加。我讲了，现在商品都很难追加，不是我不想帮大家追加，有得卖我怎么不卖？一定是有苦衷，没办法嘛。所以呢，请大家多多体谅，如果没有买到东西，拜托不可以生气气哦。这就是我每天会这么早跟大家直播的原因。所以请大家近期啦，真的不是只有因为妞妞，是大陆啊，或者是韩国啊，或者是日本啊等等，大家都开始要休市了。所以呢，真的请大家多见谅一下。而且你们一定要认真，赶快看直播，一定买得到。你看黑色超级瘦，所以我这一次呢就是选择黑色。然后近看的话，因为会曝光啦，近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赶快去买黑色咯。绿色豹纹跟这件推哪件呢？如果你没有绿，如果你今年没有买到特别的豹纹，我觉得你可以买绿色，我很推绿色豹纹。这件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帽 T 的形式，帽 T 的样式，但是呢这一件特别的在于它今年的布料 QQ 毛，你们绝对没有买过薄款的 QQ 毛，绝对都是买到大只的小肥羊，所以呢这一个两个主打的款项其实不太一样哦，主要是看你喜欢哪一种感觉。因为一个是有帽子的帽 T， 然后比较基本款的形式，豹纹是颜色特殊保暖，然后设计风格也是比较特别的，所以看你想要朝向特别还是基本款就自己选咯，好不好？好，来，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我跟你讲啦，女生都是这样子，都喜欢粉红色，但是我觉得这件黑色穿起来超级帅气显瘦。我这个是小绵羊 QQ 毛哦，你们有买过或是在别家买过一定都会变只大肥羊的啦，好不好？好咯，接下来呢我要脱掉咯。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重头戏，它是限量品，它很像也剩个位数了，它剩个位数了。来，就是四色毛衣，我要先来穿我最爱的可可色四色毛衣。好，这个毛衣的厚度啊我觉得最适合现在了，就是感觉单一件穿就可以，然后呢加个小外套。来，这一件的领边我觉得做得很漂亮，它是这种大 V 领，正常的人不想要穿什么一字领啊什么什么什么领之类的人，你就把它呈现这个 V 领，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奶茶色，喜欢的赶快买，总共有四个颜色都会穿给大家看。来，再来呢，妞妞很爱 V 领，这一件拉成 V 领非常的漂亮，有没有看到它的开合处是这样子展开的，非常非常的美哦。今年非常流行奶茶可可色，它非常的好搭配牛仔裤等等下半身，家里有的不要买了，拿出来使用就好了。里面你可以像妞妞一样，如果今天我没有穿这件发热背心，我直接穿小背心在里面也 OK，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搭配的。在哪里下单？在我们的官网下单。新朋友请你动作快，老朋友旧粉丝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我们家的东西你喜欢看到很快就会没有了，尤其是寂寞，尤其是寂寞。好，这个可可色是妞妞最喜欢的，然后它的织法其实是一个蛮标准的粗针织织法，不太会透风，然后呢一样是有磅数，质感非常好，重点是价格非常的甜。好，这一次呢真的太难抉择，所以四色都帮大家挑了。来，背面如果拉一字领大概会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好看。它有个好处是如果你比较露，你可以不要拉一字领，你可以卡在这边，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哦，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来，这个颜色是我个人很大推的。接下来呢还有三个颜色，我再来穿一个白色给大家看好了。白色的部分呢雪白，如果呢你喜欢白色一定要买这个米白哦，因为我们家米白色非常推，我们家的米白穿起来有气质又显白哦，不会脏脏黄黄的，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米白的女生，我蛮推荐你买白色，因为白色拉成一字领超级完美。你看薄型
跟你的锁骨多漂亮，这个不会显胖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基本款的毛衣，所以它不太挑身形。如果是其他比较特殊的版型，我会跟你说。但是如果是属于这种基本款的，基本上是大众的女生都可以穿，它没有挑任何的身材。我们家衣服真的要用抢的？没有啦，不是都要用抢的，是现在季末才要用抢的啦，平常真的不用啦，平常等三月开始我们开始上春装就不用抢了啦，好不好？好，是季末好看的东西真的得抢，而且呢我觉得都穿得到，因为毕竟离换季还非常长欸，可能还会这样子凉凉凉到三月都不一定。好，拉一字领也非常好看，而且呢小肩膀的女生拉一字领它不会掉下来，它会卡在你的肩膀上，不喜欢拉一字领它就做一个这一种粗领的 V 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好哟，好来，所以呢如果喜欢这一件的话，而且它的长度也刚好，也不太需要扎，那如果你想再短一点，你可以把它箍起来，就另外一种比较休闲的感觉都可以哦。好，来，我要继续咯。白色我很推，因为从来不会有卖家推白色衣服，因为卖家都很怕白色的衣服会脏啊，或是有黄点哦。好，再来呢，先来穿一个比较无聊的颜色，黑色，最多人买的黑色。好啦，黑色你们还买不腻哦，好吧，买不腻我还是穿给你们看好了。好，黑色呢，妞妞那次买了可可色跟灰色啦，我自己也都抢啊，我自己的衣柜也爆炸，你们知道我办公室的那个路边全部都是我的衣服，都没办法，连家里我自己家里都放不下了。好，不止你们夸张，我自己也是，你看到黑色穿起来超级好看，显瘦，然后大领，那如果要拉一字领的话更美了。好，黑色就是拉一字领，这超级神秘神秘美，你看这个领边开得多漂亮。好，就是这样子。喝水咯，谢谢咯，我真的讲到太激动我都会没喝水，怎么办啊？真欸，我真的要看到喝水咯我才会喝，好可爱。好来，所以黑色我真的不介绍了，黑色没什么好介绍，穿便宜穿起来又好看，那就这样子好不好，就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要穿第二个颜色，就是我也有买的颜色。我这次啊不买黑白了，我这次买了灰咖。好，灰咖这个灰色蛮惊艳的，因为这个灰色它是属于比较就是有质感的灰色，跟一般的灰也不太一样。好来，所以喜欢灰色的看过来吧。还好昨天有下单，昨天哦，我们基本上都要当天下单，不然最近的货你应该是很难抢到了。来，灰色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韩风女孩的，所以灰色卖得很好。这一次呢，我就是选了灰跟咖两个比较特别的颜色。那主要是灰色，我会想要把它拉成一字领，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韩哦，感觉看起来衣服很贵，我觉得啦。今天新品一字领出的绿针全部售完了，没办法，真的谢谢哦。这件锁骨真的非常漂亮，所以呢这个都剩个位数了，它也是我们今天非常火红的商品，也请大家不要再等了。好，反正先抢先赢就真的没办法，看大家自己，太难选了。毛球之后不会卖哦，灰色好看，我觉得灰色就是气质美，然后质感美，然后拉一字领超级好看，而且我刚刚讲这一字领完全不会掉下来，如果是瘦的女生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好了，我四色都交代给大家了，我其实超级难选。然后呢，一字领的绿色好搭吗？哪个一字领绿色啊？今天没有绿色的一字领啊，绿色一字领好搭啊，那全部都被抢光了。喂，你是说毛毛的那件吗？就老粉啊都很强啊，现在我们上架时间就知道要抢购了。好好来，再来呢，我先插播一个最后追加到货来。欸，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强欸，你知道这个是昨天我们加班晚上才到货的，然后呢今天早上就剩个位数，你们是到底怎样晚上都不睡觉在刷页面吗？这件豹纹是大家公认今年最可爱的豹纹款式，然后粉红色超级可爱，然后保暖哦。好，这一件呢之前就介绍过了，保暖到极致，然后如果你觉得手袖宽袖太长你可以自己折，这件妞妞有买，我跟你讲哦，如果真的很冷拿出来穿你真的会热死，这件超级厉害的。好，这件呢现在剩下，我刚刚来要来直播，昨天拿到货最后追加了，然后呢还没有，根本就还没有直播，刚刚上来直播看到剩最后个位数了，所以呢喜欢的赶快去超级大坛包心纱面料，然后呢穿起来很多女生买到这件非常非常称赞，因为
觉得怎么可以暖成这样子，好，怎么可以热成这样，暖成这样子哦。这件如果你很怕冷，你只要加一个发热衣跟这件衣服在里面，你就会整身冒汗，保证。因为这件的面料是非常扎实的包心纱，一针都不偷，一针都不漏的那种包心纱。好，然后颜色呢是今年大家公认豹纹系列里面最可爱最喜欢的颜色，还好有买哦。好，这一件呢你再不买就再也买不到了，只剩个位数。现在如果你今天对它有兴趣，请你赶快去下单好不好。灰色好像也只剩一两件，渺渺无几了，真的没有了。好，来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个厉害的东西。好，来，今天有很多，而且今天还有一个连身套装啊，有追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哦。好，那个是我们之前啊，在前几个月有上架，然后大家非常喜欢，但是最后呢，因为突然被宣布就是断布，所以没办法再继续生产。但是呢，妞妞呢又看到了这个布料又来了，所以呢赶快去下单了。好，来，等等哦，现在要穿这一件非常漂亮的有造型的螺纹上衣。这件呢早上的抢购率也非常非常的高，现在呢也是手指头快要数得出来的数量。好，来，等等我哟，我先把这个衣服稍微调整一下。好，好了，来了。这件衣服呢是今天呢、一上架询问度最高的，小帮手一直来问妞，你什么时候要直播？什么时候要直播？来，这件呢，我先跟大家说，整身放出来是这样子，我不敢靠近镜头，因为衣服看起来很大。刚刚那件是宽版的，没错啊，是大的。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很宽的，你不要买；但你喜欢宽松保暖的，你可以买，因为确实有人说很大，它很大没错，它是整件宽松的，宽松的哦。好，来，好，来来来，这一件呢是今天只剩手指头两只手数得出来的数量。好，这一件呢它是一个螺纹，这次还蛮特别，它是做了点小小蓬袖，长度呢下面也有做一个这一个边，然后作为造型哦。那如果是我啦，我还是会把它塞进去，如果是妞妞的话。然后这一件呢它就是一个 V 领的感觉，你看哦，裤子超弹哦，塞衣服非常非常的方便，塞衣服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一件你只要把袖子稍微往下拉一点点，它就会掉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一字领翻下来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字领会乱跑，你只要就是把衣服拉一拉，拉下来就可以拥有你这样这么漂亮的一个唯美的画面哦。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好，然后这一件呢很适合海外的粉丝买，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也算是薄款上衣，在冬天里面没有那么厚的上衣，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买这。这件我有买，因为我拿来搭点点裙啊或是牛仔裤，我觉得都蛮适合的，都蛮适合的。那当然啦，穿一字领的时候你本来就是要小公主一点点啊，当然动作不要那么大才可以到这很唯美的，知道吗？好，这个呢它是单一尺寸，但是它都是弹性的，胸围啊腰啊或是手袖都是宽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然后这一款它其实没有到很一字领。好，如果呢有人问我说，如果今天我手一动会怎么样，好，我手一动，当然啦、怎么可能都不动，来，我手一动你就可以把它调成这样子小圆领的感觉。好，有没有？如果你当下啊没有人或是有人你也不想调你的衣服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小圆领。等到呢你到达一个定点，你真的想调的话，只要把衣服往下拉就好，哪怕是你今天跟人家拿东西啊走路啊，来，我们就不要去调它，它就会变这样子一个小圆领，看到了吗？我跟你讲，这个都是我帮大家思考过的问题，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用担心。好，我只能说这一件呢没有太多的数量了，想买就买，不想买我们就看下一款咯，好不好？好，这一件呢我觉得穿起来非常显瘦，尤其是搭配这种牛仔裤，就是把它箍进去，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看。然后面料是透气舒服的，有喜欢的话，大胸部适合豹纹毛衣吗？完全适合，如果你够相信我，我就不用再解释了，完全适合。你要巧克力的长衣，哪一个巧克力的长衣？多少钱？要看官网价格哦。好，来来来，等一下我要介绍一个东西哦。好，这件我可以脱掉了没啊？因为它数量真的不多了，好不好？真的要售完了，我要把我的小可爱穿好了。好，来，再来哟，我要换上什么呢？换上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给大家。好，这个呢，这个粉橘色很推很推，如果呢你想要买一些特别不一样的颜色，
希望你来买这个粉橘色，这个粉橘色啊，今年我们发热衣这种颜色啊，然后或是毛衣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来，很可爱哦。好，先穿好来。来，这件粉橘色超级好看的。好，这件粉橘色啊是比较薄款的包心纱，所以呢它一样哦，弹度可以弹到噔噔噔噔这么弹。然后呢这一次啊，这个我买了两件，那我先不要告诉你们是什么颜色哦。好，来，这边的部分呢全部都是全弹性的，全弹性的，所以呢不论你是什么尺寸都可以穿围挖肩吊肩式的，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衣服会跑下来。想看牛仔裤弹性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好不好。然后呢这件如果是妞妞的话我会围扎，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飘逸，这件很特别，它有飘逸的感觉。那如果呢有人说那我不想要这样子挖肩可不可以，来，不想挖肩的妞妞，肩膀窄小的人，你还可以把它变成是一字领，把它往里面折就可以了。然后呢弹度一样，手袖微蓬，然后呢这一次是做这种小蓬袖，小蓬袖是女生最喜欢的小蓬袖好不好。这个颜色早上上架很多人买哦，很多人买，你看哦，可以变一字领，然后再把它变回来，好，很气质。这个颜色啊今年一定要买，因为今年很少出这个颜色，然后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放出来那种感觉跟扎进去很不一样，我觉得放出来其实就蛮好看，我觉得放出来就蛮好看的。好啦，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美，但是呢妞妞买了绿色我觉得更美，就看你们，看你们好不好。它是有点偏粉橘，粉橘的感觉，所以呢然后你还可以搭什么呢，如果你有买点点裙啊或是其他裙子可以这样搭，你看这样搭起来多可爱，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衣服很好搭配，你要搭牛仔裤啊点点裙啊都是可以。那接下来我们颜色其实都有慢慢进入转换季啦，所以有喜欢的粉丝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颜色。那妞妞呢我自己啊这一次是买了绿色，绿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欸。好，来，绿色呢就是因为绿色衣服啊已经不多了，差不多全部都要就是没货了，所以呢我最后呢还是挑了一个我最爱的绿色。好，来，绿色超美的，我真的很喜欢我们家的绿色。好，来，绿色的部分美不美，绿色搭牛仔裤，我个人它的绿色我真的超喜欢的。好，再不买这个是限量品，没有就没有了。然后你看小蓬袖超级漂亮，高弹的包心纱面料。好，所以呢喜欢绿色的我觉得可以买，而且我觉得这件有个特色哦，它不用扎就很好看了，它不用扎，你看我的腿就够长够细了，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去扎，然后呢整个肚子啊腰围你们全部都可以控制的，不用担心。什么颜色好看，绿色超好看，而且绿色穿起来超显白的，有没有，你看，而且它薄薄的，说薄也不薄，它不会透风哦，它是细致的包心纱面料。秋季超流行绿色，今年很多人跟着妞妞买到非常非常多漂亮的绿色。以往啊，什么时候会穿绿色？圣诞节才会穿绿色。但是有今年有好多的粉丝因为妞妞而认识绿色，非常非常开心哦，非常感谢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同步买这样子漂亮的绿色。绿色这个完全不挑肤，而且我们家的绿色只能说我们家绿色反而显白，信不信由你。有些人在我们家一买绿色就聊 Loki 了，到现在呢，只要妞妞有推出绿色，他就是买绿色。你如果够相信我你就不用担心，绿色真的是好看啦，不是只有我穿，我跟你讲我们社团里面有分享太多粉丝买绿色的经验哦。以前呢太多人说以前你的衣柜冬天就只有黑白灰酒红，但是现在多了橘粉啊绿啊紫啊，好，全部是因为妞妞。其实我就是想要教育你们哦，不是永远都要穿黑白灰，还有很多颜色好看，而且不需要太难的搭配就可以很好看很时髦哦。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简单的东西就像这种就不敢穿的，你就可以从这种基础款开始，这个你也不需要扎，也不需要买裤子，你家总有白鞋跟牛仔裤吧，就这样穿上去也不要扎，你就把衣服穿好就好了，就可以像妞妞一样这么好看。还有我们家的蓝绿都超强的。好，来，再来，这个绿已经推给大家了，那它也是限量的，这是妞妞有买的，我买了两件，一个是条纹绿，好，它比较特别哦，这一次还有出一个条纹款，条纹款就是经典不败款啊，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如果呢有缺条纹的人你就买条纹咯，好，有缺那个绿色的人就买绿色的，好，条纹的，来，条纹的也好看，就是如果你有需要条纹的你也可以来买条纹，好，一样手袖蓬蓬，材质是一样的高弹的哦。好，条纹呢
就是每年都流行，不退流行，所以呢，买条纹的人，你就是这款式基本上完全不会退流行啦，三年拿出来一样是流行。挖肩式的基本款，我们家的衣服买一件也可以穿好几年，然后呢，这样折旧起来真的很便宜。人生真的不要只有黑白。好，很久没赶到直播了，感动。Hello， 玉梅。我都尽量不要帮，我都帮尽量大家选比较多颜色，不希望你们一直在这几个颜色之上哦。好，所以黑白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简单利落。所以我这一款，我自己是买了黑白跟绿。我没骗你们，我的办公室座位前面啊，人家来找我都没办法讲话，全部都是衣服，带不回家穿不完的衣服了。好啊，真的很要，我也要回家整理我的衣柜了。还要来黑白，我要脱下喽！我已经告诉你们关键字喽，这款是限量品，售完不补，而且它是细致的包心纱，不透风，骑车可以穿，骑车可以穿，好不好？黑白好看哦，条纹是你的菜，而且呢啊，我讲过条纹啊，在我们家有一个厉害的魔力。一般的条纹，女生很有一部分的女生很害怕买条纹，因为呢条纹绝对会让你发福变胖，但是一部分的人在我们家永远专攻条纹，因为妞妞的条纹还蛮强的，就是条纹可以让你穿得显瘦好看又经典不败。条纹啊，买不好你会变一个大胖子哦，知道吗？好，所以也是要慎选的哦。小可爱还会出其他颜色吗？好，来讲到小可爱哦，我这时候我就要再来拖给大家看一下。好，小可爱目前不会出其他的颜色，就是黑与白，但是接下来呢会出其他的款式。好，来这样子跟大家介绍好了。好，来，小可爱又来了。来，如果你还没有买过小可爱的人，一定要来跟妞妞买这件小可爱，因为妞妞这件小可爱是高弹的，每天我几乎都穿着，而且我没有穿内衣哦。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的罩杯，洗了下了洗衣机，它完全不会有就是扭结啊，或是你的罩杯乱跑的状况哦。后背的部分呢不会挤肉，我们呢小帮手那边有实地穿搭的照片，有 SML 的，所以你可以跟他们参考，全部都是高弹面料，穿着舒适哦。好，重点是很便宜，两件二九八，这么便宜的价格到底要上哪里去买？好，记得哦，现在呢大家都盲目的买黑白哦，盲目的买黑白，但记得白色多买几件，因为呢接下来整个夏天你们都会穿到很多白色的小可爱，接下来的夏天你们全部都要穿到小可爱。好，接下来呢我要穿着这一件呢，应该我不知道谁会记得，你们记得这一件吗？好，这一件是之前呢我们有上架过，但是后来没有货了。这件小背心，这个我觉得海外粉丝会很喜欢，或是台湾你喜欢你可以先买，因为它是最后一波，它是一个套装，我现在只是穿上衣而已，等一下我会把裤子穿下去。还记得这件吗？它只剩几套而已，我们最后追加回来60套，因为没有也没有布了，它是两节式的，所以呢你要把小背心这样穿也 OK。 它呢下身是有一个裤子的，你们还记得他吗？有买到一件250。好，来，不爱穿白色，我没有不爱穿白色，是因为我冬天我大部分都会用黑色去搭配，夏天我整个夏天都是穿白色的，所以呢我说你们白色要先买好不好？好，来，白色我已经说了明天要换成是白色的啦。好，所以呢来等等我，我现在要穿这个裤子给你们看。来，这件裤子啊，它是跟背心是一套的，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海外粉丝会比较有感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想买的时候全部都没了，所以呢来妞妞又再次创造奇迹给你们。哎，我真的是为了你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哦。好，来，这件裤子呢它是这样子的，完全没分尺寸，所以呢 SML 都可以穿。我先跟你讲，来，上衣我刚穿了，裤子就是这么大，所以不要问我尺寸你可不可以穿，我手一放下就掉下来了。好，等会我把鞋子穿好，这一套之前就买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来，没买到的赶快，这个呢裤子就是这么大，我手一放下来就掉下来，所以不要问我穿不穿得下，可以穿到 L。 好，所以呢他才附你一个绑带，来，我先把绑带绑好。好，等等我哦。好，我先把绑带穿到裤子里，不然我等一下裤子掉下来就糗了。好，绑带穿好之后呢，随着你自己的身材自己绑咯。
好，随着你自己的身材自己去绑你的位置。好，上身就比较瘦，我就必定要绑多一点了。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然后呢，你不想要露太多，你就绑高一点。它是一个大宽裤，然后大约落在8、9分的位置哦。还有这一件，很多粉丝之前就买到了。那它的裤子呢是不分尺寸的，S、M、L 都可以穿，后面有一个拉链，所以可以方便 L 号的粉丝去穿脱，你们也不用担心。好，我们家衣服真的很好穿吗？套装剩个位数，那就赶快去买了。因为呢，我这一次真的生不出来了。这一次跟上一次大概距离3个月，这个面料才生产出来。所以呢，最后60件今天开放给大家，但是你们已经说剩个位数，那就赶快去吧，别再多说了，好吧？这件是真的很强大哦。因为接下来啊，我跟你们说，如果是换成是转换季穿拖鞋的话，会超好看。现在我是因为穿小白鞋，如果转换季我们接下来穿凉鞋的话，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哦，记得吗？好，所以呢，如果有喜欢这一套的，赶快去下单，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它虽然黑黑的，去看那个我们官网细节图，裤子都有帮大家做打折，是非常非常简单利落的，然后材质非常舒服，微弹哦，重点是微弹哦。你们问有买到的话，就赶快问一下。好。你穿不用绑，对不对？来，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 S、M、L 都可以穿。L 号的人可能不用绑，我觉得更好。反而我 S 号要绑，我还要绑紧，不然我会担心裤子太松。所以呢，它可以随着大家的身材去绑你们的腰围，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好，这个宽裤真的很舒服，然后布料是微弹哦，微弹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穿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赶快去挑选，赶快去选购这一款。好，这一款呢，如果喜欢的话，渴望春季之后可能还会，春节之后可能还可以再追加。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想拿到，海外的粉丝非常适合你们的天气哦。好，下礼拜呢，妞妞可能会来去马来西亚一趟，就想来穿这个去，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XL 穿会很肉吗？XL 穿应该上身会比较合一点，下身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下身它真的是做到 SML 都可以穿的。裤子可以搭配什么上衣哦？这个问题其实蛮简单的，只要是背心合身的、扎进去的、宽松的都可以。我觉得夏天来说，基本上你衣柜的背心应该都可以搭，没有到这么难。喜欢哦，是宽裤控哦。好，这是真的，真的非常好看。好，然后呢，再来。最后，我突然看到一个东西是追加的，追加必备商品。如果啊，你还没有买这个，这个妞妞有买哦，我打算尾牙想来用这个。好，这个还记得是什么吗？它是一个单袖的一个围巾，你们有人有收到了吗？超级保暖的单袖围巾，就是如果啊，你今天在冷气房啊，你不想要那么冷的话，你看这边有手袖，这边没有手袖。我很推卡其色，我自己是买卡其色啊，我觉得比较时髦一点点。它就是单袖，所以你的围巾也不会整条丢到地上。然后呢，真的很冷啊，想要防风披一下是 OK 的。而且这一件是毛衣材质，是整件毛衣的。所以非常非常好看，娇小的女生适合这件吗？来，基本上这就是161，娇小的女生其实没影响，你可以再绑那么高都随便，这件裤裆是完全 OK 的。所以今天如果呢，你说妞妞没你那个身材，我不想露肚子，来，我跟你讲，裆都帮大家做好了，你的裤子可以绑成这样子，绑到甚至你连腰都只要露1公分都 OK。当然妞妞想露一点小蛮腰，所以这个是看大家自己的。就是绑带去控制的哦，你想要紧一点你就绑高一点，想要怎么样就自己去绑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搭真的很好看，还有分开搭也 OK 啊，穿一套也 OK 啊。披肩超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拿到没，但是这个我们追加到货，所以现在有现货哦，昨天才到的，热腾腾的。然后它是一件毛衣的厚度，所以等于是披一件毛衣在身上，是非常非常的保暖的，绝对是没有问题。然后宽阔的口袋也很舒服，拍照非常的简单利落，非常的瘦，非常非常的瘦。好啦，来，今天的商品都介绍完了，有没有都帮妞妞按赞、留言、分享？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卖场上还有什么东西，反正呢，妞妞呢，希望你们可以每天赶快好好的看直播，还有明天。
明天上耳环，耳环每一次都是越战越厉害，而且明天娟娟会来跟大家介绍耳环之外呢，明天还会再上新款。明天我先提醒哦，现在还没有下线的粉丝，明天有两大超强新品，是下半身，是下半身，已经先跟你们偷偷的说，所以呢，请你们来，就这样子咯。拿到了很厚磅数，对不对？没错，不要看它以为是一件披肩很无聊，它真的披起来很好看啊，真的，我觉得这你们是需要被教育的，是需要，不是一定要叫你们买，但是你们真的可以需要被教育，看看这个，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好，真的是好东西。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这个颜色，又想买的话，那就买黑的吧。来，我也是可以披黑的给你看，只是我觉得卡其色比较时尚一点。对，来，它还有黑的啊，黑色大概就是这样子。也是很好看，那黑色部分就是比较基本款一点点的颜色，黑色也厉害，也显瘦。好了，来 ，baby baby， 你很可爱耶！来，我觉得这个啊，中间大家可以自己绑啦，自己绑。所以大家看，我还可以绑到那么高，如果不想要露肚子，我甚至可以绑到齐的，但我就想要露一点。而且它是微弹的，我跟你说，它超强。强强强，好，非常非常厉害的款式咯。好啦，这个套装之前有出过前几个月，但是因为布料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生产到，所以呢还在等，等到最后终于我不管啦，反正有多少就请工厂做多少，就最后留时间给大家。今天呢谢谢大家这么喜欢这一款哦，这一款呢年后应该可以持续追加，所以呢请大家喜欢的想拿现货的就在年前赶快买好不好。新手进入秒结账了，我跟你讲，新手你们真的要认真一点，因为老粉真的都，尤其在寂寞，他们都不管人谁是谁的。那新粉记得五折跟七折专区，基本上东西都被扫空了。那里面有些零码的东西，这就是机会与命运，刚好你看到你想要的，那你就买。那近期我们有一个现货专区啊，里面都会释出一些大家想要的商品，可能曾经没买到，所以呢，请你们没事想下单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现货商品有没有你们想要去抢购的东西，好吧？好，抢到最后两件卡毛衣，真的太赞了，恭喜恭喜你们哦！好，来，我呢其实不是很希望你们这样子抢啊，但是寂寞真的是没有办法。好，今天呢谢谢大家来陪妞妞直播看直播，那大家呢有没有什么想要问妞妞的问题？最后开放三分钟给大家，这个记得我是买这两个色，那看你们要买什么颜色都可以。好。鱼尾套装明天就可以收到咯，开心哟！老粉需要银子的可爱，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有问题现在可以跟妞妞说。好呀，然后呢，我这边要呼吁一下粉丝哦，如果呢你们还没有加入我们家的社团，请你赶快加入，因为近期啊，可能我们之后的鞋款啊，曝光的鞋子会先在社团公告，开卖也会先在社团，所以呢你呢要进入社团的话，不知道怎么进去请询问小帮手。进入社团有三个问题要询问大家，请你们认真填写，如果没有填写的人我们一概不会审核过关，所以呢既然你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请你们认真的填好三个问题，我们的小帮手就会审核了。里面有很多粉丝的穿搭或是一些就是大家身高体重不一样的一些意见交流跟交换，然后还会妞看得到妞妞的一些生活点滴，不论是孩子啊、亲子啊，还是一些保养品等等的东西，陆续都会在里面呈现。所以还没有加入的粉丝，赶快了哟，好不好？好哟。多款小可爱我们即将要上架，但是目前还在准备中，要准备完善妞妞才愿意上架，所以请大家耐心的等待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明天的新品也很厉害哦，你赶快加入社团，社团都有第一手的消息，哈哈哈。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上一款球鞋款，也是非常非常厉害，但是球鞋款应该会到年后了，到年后了好不好。好想看我穿一字领上衣，有哪个一字领上衣？社团在哪？来 ，Nancy， 你想知道社团的话，帮我们私讯小帮手。其实社团就是在我们的粉专，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社团，就可以加入了，好不好？非常非常欢迎大家，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尺寸 S、M、L、XL 的粉丝来分享我们穿着 Girls Month 的衣服的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
还要有马甲线吗？我完全没有哎、欸，我完全没有马甲线，我就只有一条线而已。就生过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马甲线？而且我也没有去练，我也很想要有。新款一次你可以穿一下吗？好呀，那我就穿一色好不好？我随便穿一色，我穿白色好不好？好，我穿白色，等我一下哦。但已经全数售光喽，我穿一色给你们看，我就穿白色。好，因为我刚好穿黑裤子，然后我就穿白色给他。我跟你讲，超好看哦，不要吓到，超完美，而且我们家一字领完全不会掉下来，这比较厉害。然后呢，刚刚有人问我说可以搭什么裤子，这宽裤实在太好搭啦，你要搭什么衣服都可以，四色都好看。我现在穿的这个颜色是白色。我的腰也太纤细了，我跟你讲哦，那就全身上下是只有腰能看，我的肉都在屁股跟大腿上，然后胸又没有露，这就是妞妞，很可怜的妞妞。我知道你，我为什么不穿，是因为都没有了，我怕你们真的是会哭哭。但是要答应我，你们没有买到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大后天，好，千万不能因为没有买到而生气哦，因为季末本来就会这样子，每年都是，妞妞也不是故意今年才这样，如果是老粉的话，应该你们知道我们每年到1月、2月都会是这样子的情况，请大家多见谅喽。我的腿哪有细呀、啊？我每天都觉得我的腿，啊，算了啦，女人没有一天嫌自己是瘦的。好啦，谢谢大家哟！没看到的要看重播喽，好不好？我们现在的货真的是不是很好抢啊，尤其是在1月、2月，请大家多留意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在沙野猫咪都售完了，方慈，明天快一点，我已经说了，明天会有两大超强新品，两大下半身是非抢不可。好，就是这样子。买到绿色喽，耶！谢谢美玲，KYU，你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最期待，我真的要感谢你，谢谢你们那么多人帮我分享。那大家一定要上社团，有更多好的意见可以跟妞妞说，也可以跟我们的小帮手说哦。那个 Casey 想买博德了，博德陆续啊，在月底跟2月初都会开始有一些些小可爱或是背心的东西，请大家再敬请期待喽。可以穿灰蓝吗？灰蓝哦，好啊，最后一件喽，我只再穿最后一件喽，最后一件穿完，妞妞就要来去吃饭喽，好喽 好，豹纹上衣也接近最后尾声喽，灰蓝超美的耶。粉红豹纹不是最近的新品啊，粉红豹纹是我们之前的追加，这个颜色超好看，嘿嘿，我有买到一件这个蓝色，好，捐出来给你们好不好？绿色怎么搭？绿色就搭黑裤一样啊，白裤、黑裤、蓝裤都可以啊，你看这多好搭，这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有新品有动力，好，谢谢哦，好。就这样子喽，我都已经脱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喽，拜拜。